就是卖国贼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说我不当卖国贼，怎么对得起我父母？怎么对得起我老婆？是不是？那是。转一下。就是卖国贼。你不做卖国贼，情何以堪呢？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黄玲玲，那个结婚你是不是要去？我不去。你怎么不去？叫我干嘛要去？叫你了，他说了，他叫你了。我怎么不听说呢？哼哼，我怎么听说了嘞？